黄子佼还讲了毒品的事情，这个欧巴对欧巴的伤害性够大，但是欧巴也是一笑置之吗？还是很会生气？因为他行事力啊，你给点呢？좀답답하고저도좀억울하긴한데어진실이밝혀지지않을까요저도아진실을밝히려고경찰서가서이미검사도받았고그선물받은부분도말도안되는얘기해서일단참고있습니다혹시황자규씨의얘기를들으셨나요그리고뭐느낌이소감이어떠세요제가뭐남의얘기를할건아닌것같고요뭐타이완도뭐정의로운법이있으니까거기에법이알아서하겠죠我不太谈论别人的事情，那我相信台湾是有自己的法律正义的。汪小菲就是暴走，不去警察局，又是乱讲，然后都是就是一直发文暴走，都是针对你老婆大 S。那怎么样去安慰大 S？ 因为他心情应该很不好。뭐희원이희원이항상그냥보듬어주고이렇게좀옆에서힘이되려고하고있죠흔들리지않게하려고열심히노력하고있습니다那我当然是随时都会在希远的身边，成为他的力量。我认为我在他身边的话，就可以让希远不要动摇，能够坚定下去。但其实这些攻击也有发在他身上的，对，包括讲说在跟欧巴结婚前就刷卡买礼物给欧巴，然后还甚至讲了。黄子佼还讲了毒品的事情，这个欧巴对欧巴的伤害性够大，但是欧巴也是一笑置之吗？还是很会生气？因为他行事力啊，你给点呢？좀답답하고저도좀억울하긴한데진실이밝혀지지않을까요저도아진실을밝히려고경찰서가서이미검사도받았고그선물받은부분도말도안되는얘기해서일단참고있습니다那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而且我相信是真相自有公道在。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已经剪掉眼镜还给我们清白了，也包含说像什么送礼物事情全都不是真的。那当然我自己也会觉得比较有点闷，有点委屈，但其实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忍着。前阵子因为汪小菲软了，他心情怎么说？저는별로그런데별로잘안느끼고요저는항상희원이옆에서서포트해주는그런역할을열심히잘하고있습니다我这边话是还好的，因为我总是在戏院身边扮演着支持他、陪伴他的角色。